话简单到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就听懂。那蔡澜跟我们为什么可以创建？简单的就是一句话，台湾的前途由台湾人自己决定，台湾人自己决定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创建台湾共和国就是台湾人检视自己政治权利和意志的一次方式，就这么简单。什么中国美国什么台湾什么太什么想的跟台湾没有关系，台湾人就是自己要创建自己的国家，就这么简单。对，因为这个要是讲起来就需要很长时间了，今天没有办法那么讲那么多，很明确的讲，要想这个创建自己一个台湾共和国，一个自由的国家，那一定要有一场属于台湾的东方和平革命，而所有的革命都不是谁发动的，我一直讲，上帝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革命。革命都是被强权逼出来的。那我现在估计呢，中共和国民党权贵，再加上民进党中的背叛分子，第三股力量很可能在2016年联手，要把台湾的命运逼上绝路。什么叫逼上绝路？那就是如果台湾跟共产党签订一中框架下的军事互信协议，那就等于把台湾逼上了绝路。一旦签订了一中框架下的任何协议，台湾就等于自己把自己关进了共产党预设的一个政治的法律牢笼，两岸的关系就变成了国内的关系，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就再也没有办法来介入台湾的你们之间的所谓国内关系。所以当命运把台湾逼到死角的时候，我相信呢，也就是台湾人奋起反击的时候。就像这次318决议，怎么会有318决议？318决议是谁发动的吗？没有任何人发动，谁也发动不了，找一些人去占，一些学生去占领立法院，谁能发动这样的事？318学院完全是被国民党强权逼迫出来的，他30秒钟破坏法律程序，30秒钟要通过服贸协议，他用这件事把台湾逼到了死角。于是318的学生们太阳花运动就以台湾人民的儿子，台湾人民的名义占领了立法院。所以2016年呢，台湾的这次国家正义革命，这次东方茉莉花革命，我预言的也一定是被共产党强权、国民党强权联手逼迫出来的。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怎么写？很希望他严教授今天讲的哈，日后就阿扁。把他那个录起来，然后这也录起来，待会那个播上。然后看是不是要卖给我们每一个？不用卖了，自动看了，看丰原网络电视就有了啦，24小时都可以看了。希望赶快把他救出来，因为他在关到底就关门了，跟我们台湾的。好，我们台湾。想点什么问题？赶快简单问一下就。对，有问题了。赶快，人家做他没事，他还没来。那个李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有观察过一些中国的民主人士，他对台湾独立的这件事情呢，有些民主人士就是反对或者是不支持。那还有就是说，他们一直在诉求里面，就是说认为说中国民主化的话，台湾问题就可以解决。可是我发现说，像胡耀邦那种。
教民主开你们那种的。刚才你也讲过说，如果哪天中国民主化的话，如果台湾还不过的话，他一样非常发展这些东西。那我在想说，一样可以进步，一样要努力解决台湾问题。对，然后我在想说，会不会中国民主化会不会像前苏联那样，就是俄罗斯一样照样会车臣帮助你，照样会朝鲜帮助你这样子？对，这个所谓的民运人士啊，有各种，这个同学可能不了解一个历史事实。当年的东德崩溃之后，东德的这个秘密警察的档案解密之后，发现了80%的异议人士，东德的80%的异议人士都是共产党的告密者，这就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而中国共产党现在正实行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如此严密的秘密警察统治，这是一个现实性的提供给你参考。另外一件就是，很多所谓的中国民运人士啊，他们内心深处，共产党对他那个灵魂的诅咒啊，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的解除。他们反对共产党，并不是有的时候并不是基于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真诚的理解，而是由于个人的命运的偶然性造成的。而且他们最可悲的一点呢，就是他们以为啊，支持台湾自由的台湾啊，保持自己的独立的，就会使他们丧失啊，在中国大陆这些15亿政治奴隶中的政治影响。他们太功利主义了，所以对于他们这样的说法，就是你说的是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中国的所谓民主人士，他是反对台湾独立的。那我今天呢，要告诉大家，也通过你的这个问题呢，告诉这些所谓的中国的民主人士，台湾的自由和独立是台湾人民经过多少年的艰苦奋斗自己获得的成果。如果你还以共产党的意志来看待台湾问题，你自己本身啊，就不配成为自由民主人士。在《被囚禁的台湾》这本书一开始我就写到，阿扁当年啊，支持了很多中国的民运人士，给了他们很多金钱的资助，结果这些民运人士在出庭作证的时候说什么？我们要的不是陈水扁的钱，我们要的是中华民国的钱。看看今天马英九还会给你们钱吗？还会支持你们吗？如此之忘恩，就是如此之连做一个起码人的这个起码的自由人的应该有的人格都没有。当年他们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的绞尽脑汁想要见陈水扁一面呢？搞点钱回来。当时我跟陈水扁是不认识的，有人给我介绍说你见一下阿扁，我中间的联系的人我看着有点像那共产党的小官僚，我说算了吧，就不用了。是阿扁被抓进监狱之后，我才看过他两次还是三次，我都忘了，三次应该是。然后我写了这个《被囚禁的台湾》这本书以后，共产党的狗官和这些民运人士又造谣说袁弘斌不知道拿了陈水扁的多少钱。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讲这些的意思，就是希望你明白一点，不要因为有的人顶着一个什么中国民主人士的这个光环，你就会觉得他怎样。我想如果还要想试图在中国自由民主化之后还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台湾人头上，自由的台湾头上的这样的想法，所有有这样想法的人，他们跟共产党
的距离啊，也就是50步笑百步而已。而且我也可以预言，一个自由台湾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创建自台湾共和国的这样的趋势，这样的历史趋势是不可能的。这是我对台湾这么长时间理解以后得出的结论。谢谢。超出时间了，虽然那个大区队大概配合我们，还没来，还没来了没？大区队还没来，那还继续吗？不用了，休息一下。对对对，好了，好，那我们就中场休息。现在那个中，准备工委，来来来，没有问题。对，九零八乡国会场那个董事长，好，董事长。各位这个阿伯。恁大家知影，我今日到这门口，伊是咧华理事长带着阮全体，阮在哩干事处第一次，哦，咱要安怎努力？咱当然咱是要救命的目标，搁第二，咱嘛要想尽办法。所以哦，今仔日阮在哩干事拢真侪只，华理事长来带只，哦，啊，我今仔专程来就是要讲，阮有恁能做努力。阮就是阮的人，所以后天的支持，阮会打想尽办法，不管对国际人员，还是讲啊，咱这对这体制内，哦，在议会啦、议会啦，哦，啊来打拼，哦啊，阮呢还佫一项就是讲，咱这年轻哦，要代表来打拼的吼，啊，咱大概是啊，公益教会会啊，拼起好，哦，咱年轻是欢迎。啊，我今仔听讲比较好，吼，时间啊较紧缩，哦啊，我今仔日到这个二十，咱这二十吼，阮九方八部办这个部门参会是去龙山听，哦，啊因我时间较充足吼，袂当一直谈个人拜托，我有交代三本吼，要请这阮这个李秘书还有李秘书吼，哦，这几下个见面一下，吼，这我有看三本资料，啊，这拜托你甲阮支持者。哦，啊，今仔一旦来看到大家遮踊跃哦，即个互阮足有信心呢。哦，所以阮来拍拼，即就是你互阮的力量。哦，多谢。那我们再来东厂去。见一下吧。我们到了自己时间了。我时间了。啊，你要结婚了，他们还是要我们谈自己的。我要另外买两个蛋糕。哦，不了，回家再慢慢做。不了，我是。我建议，我是建议大家哦，现在看电视哦，都是大陆的电视哦，尽量大家都不要看它。好，中国的电视，好，现在中国电视都我们每一台都有，每一台一看哦，我觉得那么中国人呢，你这个讲不好，一下子很轻松。自己不要想，不要看，看了之后以后，你每次看大陆的都在。